谢天下哈，我说一句话哈，我看能正在做，上次也提前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也同样给你回答。因为现在汉能正在处在禁贸期，你把那年报出来了，这还真不能讲这个事啊，这就给我讲违法了。抱歉啊，明白了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。